察，警察！哎，慢着，慢着！慢着，等！酒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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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二队六分队于日前侦破毒品案，那侦办过程中并循线收报许姓的犯嫌疑似持有改造枪支及大量毒品，且因案遭通缉中，那许嫌为通缉要犯，行踪不定，所以本队立即积极来查缉。那经查，许嫌因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分别遭台湾桥头及高雄地方法院合并有期徒刑为9年10个月定验，且逃亡已5个月，那为依法到案遭通缉多达5笔。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阅相关的资料，锁定许嫌使用的交通工具，持续跟监埋伏，那过程中仅仅用了1个月，警方就搜证发现许嫌不断的更换藏匿处所有4处，有更换6部车辆，那在上下车的时候，不管是住屋处还是处所，都会以跑步的方式冲进屋内，以躲避警方的查缉，为警方仍锲而不舍的跟收，最后掌握许嫌藏匿于高雄市仁武区的居住所，那立即向台湾桥头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并于112年10月31日执行时，封锁住处各出入口，执行攻坚。那许嫌见警方查缉及逃往后门，但仍遭警方包夹，瓮中捉鳖。那警方以优势的警力将他压制在地，顺利的逮捕归案。现场查获毒品海洛因1包、安非他命5包、大麻1包、可他命1罐、1粒棉2包、黑盘2个、子弹6颗。手机4只、电子磅秤2台等证物。那调查后，将许嫌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那警方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的各类犯罪，严正执法，绝不宽待。那秉持犯罪零容忍的立场与决心，执行各项的扫荡行动，彻底打击毒品、诈欺、枪炮、暴力等各项犯罪，并加强查缉逃亡藏匿之通缉犯，将其逮捕归案，使其接受国家司法制裁，彰显警方执法决心。